掌声，谢谢。那么在场的、大哥大姐朋友们，大家晚间都好。我们这个连续也看到几天的朋友，感谢大家今天再一次抽空时间来看我们的歌台，还有我们线上直播的朋友，大家晚上都好。那我是赖星璇，今天呢随着我们的旅者歌台再次回到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了哈。今天也很开心，也很荣幸，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唱歌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我们大哥大姐送来这个发财的红包，感谢感谢，谢谢。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大家会喜欢，好不好？像我们的阿姨啦，还有我们的大哥，哇哟，看了非常多天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是来看我的吗？哦，特地啦哈，是特地啦，给我爽一下嘛哈。OK， 好啦，来继续的送上的下一首歌曲，安排一首啊，特别送给阿姨点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异乡人》，来送给你，送给我家长喜欢听怀旧歌曲的朋友。Thank you.
乡人这首歌也是我蛮经常有唱的一首歌曲，然后我们大姐有在的话会点这首，还有另外一首就是绑给熊爱玲，下一次我就要唱寻梦园给你听啊，因为上次有点这首歌啊，最近我去学了一下，下一次有机会我再唱给你听这首歌好不好。 OK， 那呢继续的要说了下一首歌曲，刚才听的福建歌，然后再来一首是怀旧歌曲，接下来也是一首怀旧歌曲，不过这个音乐比较 rock 一点，比较轻松的一点的歌曲好不好。安海这首歌曲我不能没信心送给你们，非常感谢我们的白光虎太太老师，谢谢我们的关心老师。Yeah, yeah.